是我的房间。在村子里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吃饭了，走，我们先去看一看运动员餐厅，在我后面。哎呦，手有点滑。下午好。你好。可以看到咱们村子里的环境是非常好的，绿植植被都非常的丰富，走在这种绿色植被的小路上感觉还是很舒服的。亲爱的运动员哥哥姐姐，欢迎你在秋高气爽的九月来到西安参加十四运盛会。西安有美丽的古城墙、大雁塔、秦岭，西安的人更热情，祝你在全运村开心每一天，比赛顺利，谢谢。